目前嘅農產品嘅銷量，南投縣郭新雄富貴社區，落後和農業企業合作開辦農產品加工落包裝硬式鋪場。經過近兩年，學生利用提出的禮物開發變作多樣化嘅產品。郭新雄總休普森同向台啡主席羅志平共合類似禮物目酒。一工都要用雷某来作为麦酒，归属五星分量。除替雷某麦酒，也把野生果仔要推出第二种用雷某做主题的新产品。可以喝到柠檬的那个果肉，然后就是有柠檬味蛮重的这样，然后很顺口，不会就是啤酒味很重。啤酒还有醋等等，这些都是用农产品去加工。那其中这部分都是。都蛮成熟的哈，但是酒那块因为有法律的问题，所以后续还很多要去跑要去行政。那我们这次活动主要针对技术方面。休闲农业企业业者讲，大摆农作物推出，假使天气唔好，就算是杭州冇本钱，所以归厝建起前期来拍公司，参加香港所面临比，按用成功的方式，是在最广多其他沙期。假使买啊。农民啊，基于虹桥卖磨钱，俺今天又经过新上来了哈，沙起来搞俩，制作的附加食品哈，也一类的起步啦哦。未来各种产业只要具备一个规模，今天这样的一个农产品再加工这个方式是可以套用在它的相关的特色的农产品身上。考卡多发的硬是研发的酒类产品，将此唔爱生产来卖。不过其他的柠檬产品，沙棘龟巴和你怎样爱喷沸腾来卖？希望韩国当年底一扎时期的农产有几相年呢？同富贵沙棘的行销创意。下个新闻，李凤琪南投报道。